他是报警了，听见就叫唤，听见对，他喊救命了。了解到就是说是当时他是一个人，就从地下通道这样往下走的时候，就迎面走过来一个男的，这个男的一声不吭，然后就直接径直走到他跟前，先是朝他这个脸部、头部打了十多下，然后要抢他的手机。人家叫的可凄惨了，那就打了一顿，又把手里头的啊，把手里头手机又给抢走了。他说有人打他，然后抢他手机。我说去哪儿？他说跑下去了。我觉得这个口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人。他这个从那个地下通道逃跑的过程中，他是戴着口罩的。现在这个就是嫌疑人，就从咱们刚才那个地下通道一路往这边赶。现在这个是潮汐的这个方向，他就很随意的，应该要回到自己的住处。咱们报案人是在这个拐角往过来走的这个地方。那他在那个逃离现场过程中，他进行了一次那个换装，